哥哥，哥哥你在哪啊？怎么了，宝贝？妈妈，哥哥不见了。那他去哪儿了？我不知道啊。宝贝，你冷静地想一想，你们都去了哪些地方啊？我去了玩滑梯，去了喷池，去了小路，还去了羽毛球场。我把玩具抢了，然后他就生气走了。糟了，他怎么都变坏了呢？走，我们快点去找哥哥。李湘怡，哥哥，李湘怡。是他吗？婉儿，玩具完了，记得把玩具收在箱子里面哦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妈妈。会是他吗？儿子，那就肯定是你。你要冤枉我？说我冤枉他。奥特曼去哪里了？儿子，玩具不要到处乱扔了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妈妈。应该就是他。婉儿，最听话，不是你。那么最后的真相就是你儿子。不是我，不是我。嫂嫂，你的孩子把玩具扔一地。不是他们，是这个小家伙。是妹妹干的。哎呦我的妈！我就知道，不可能是你们嘛。哎，南子，今天我们去水上乐园玩。哎呀，这是因为谁扔的三角形？不是我，不是我。哎，你承认是吧？今天让我把你们揪出来，你们可就完蛋了。婉儿，是你吧？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不是他吗？嘿嘿嘿，你是我的宝贝。婉儿，玩具不要到处乱扔，然后容易摔跤。我知道了，妈妈。会是他吗？儿子，那就肯定是你。你又冤枉我！居然说我冤枉他！哇，这些真好吃。儿子，这么多垃圾收拾一下，还有你的香蕉笔也不要到处乱扔了，待会儿踩到容易摔跤。哦，知道了。肯定就是他。婉儿，最听话，应该不是你。那么最后的真相就是你儿子。不是我，不是我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嫂嫂，孩子们乱扔香蕉皮，害我摔了一跤。香蕉皮是不是你扔的？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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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是妹妹扔的。我就知道，不可能是你们扔的嘛。今天让我把你们揪出来，你们可就完蛋了。婉儿，是你吧？不是我，不是我。不是他吗？婉儿，你别吵了，妈妈睡个觉。真无聊。会是他吗？儿子，那就肯定是你。你又来冤枉我。居然是我冤枉他。应该就是他。婉儿，这么听话，应该不是你。那么最后的真相就是你儿子。不是我，不是我。什么？我在睡午觉，弟弟妹妹把风扇给我关了，热死我了。不是他们关的，是停电了。啊？是停电了。哎呦我的妈！不可能是你们吧？承认是吧？今天让我把你们揪出来，你们可就完蛋了。婉儿，是你吧？不是我，不是我。不是他吗？妈妈，这是什么呀？还好我的样子。宝贝，这是跟屁虫，但是不是玩的哦，快点给我。切，妈妈在想。
会是他吗？儿子，垃圾肯定是你！别冤枉我！居然说我冤枉他！妈妈，这是你给我买的玩具吗？不是啊，这是妈妈游泳救命的跟屁虫。救命的，那不能玩给你。哼，能干！应该就是他。儿，这么小，很听话，应该不是你。那么最后的真相就是你儿子！不是我，不是我！救命虫，然后呢？我要找到财神。哎呦我的妈！是表弟六坏的。我就知道，不可能是你们嘛。这是你们谁坏的？不是我，不是我。都不承认是吧？今天让我把你们揪出来，你们可就完蛋了。婉儿是你吧？不是我，不是我。不是他吗？怎么了宝贝儿？今天老师点点我画的圈圈很棒哦。真棒，但是你不要到处乱画哦。我知道了。会是他吗？儿子，那就肯定是你。你又要冤枉我。居然说我冤枉他。哇，妈妈，这是你给我买的马克笔吗？是啊。妈妈，你太好了。但是你不要到处乱画哦。嗯，我知道了。耶，我要画画去了。应该就是他。婉儿最听话，应该不是你。那么最后的真相就是你儿子。不是我，不是我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哇，还这么到处乱涂乱画。画的怎么样？画的圈圈和叉叉。怎么了？应该是坏人画的。这些符号是小偷留下的标记，很可能你们被盯上了。就是坏人画的。哎呦我的妈！我就知道，不可能是你们画的嘛。我马上去擦掉，我马上去擦掉。谁跟谁打我？不是我，不是我。都不承认是吧？今天让我把你们揪出来，你们可就完蛋了。婉儿是你吧？不是我，不是我。不是他吗？妈妈，你陪我玩回去吧。宝贝，我今天好累哦，我不想玩。哼，你真是一个不称职的妈妈。会是他吗？儿子，那就肯定是你。你又冤枉我。居然是我冤枉的。妈妈，你陪我打羽毛球吧。儿子，我今天好累啊，让我休息一会儿吧。没意思。没错，应该就是他。婉儿，胆子这么小，应该不是你。那么最后的真相就是你儿子。不是我，不是我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嫂嫂，刚刚我睡着了，还这么打我。不是他们打的。那是谁呀？这个小调皮啊，是妹妹的。哎呦我的妈！我就知道，不可能是你们嘛。